大伙金牌娱乐，唐嫣罗晋结婚的消息在网上已经传的是铺天盖地。10月25日，从多名参加婚礼嘉宾处得知，确定唐嫣罗晋将于28日在维也纳低调举行婚礼，而且两人此次举行婚礼仅小范围内邀请了双方的至亲和部分好友。值得一提的是，罗晋的发小边疆的女友徐然晒出了前往奥地利的照片，从侧面证明两人的确在奥地利举行婚礼。除了当地优美的景色外，至于此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及时公布婚讯，媒体也给出了答案。据媒体称，参与婚礼服务的相关策划机构及当地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所以并没有方法及时向网友和粉丝们透露具体情况。如今相关媒体已经挖掘出了婚礼正是要在本周末正式举行，而不是之前盛传的25日，粉丝们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等待周末再来看好戏吧。